系啊，嚟紧会将会开一个新戏，咁啊做律师嘅入边。做律师。系，咁我自己都觉得几新鲜嘅，咁就因为以前可能系一啲单元嘅角色，或者系一啲客串角色做啊。你话自己喺整套戏入边都做一个律师，今次都算系第一次嘅，所以我觉得几特别，同埋角色系个转折几多，咁变咗我觉得系我自己都期待。系点样转过呢个角色啊？需唔需要真系上下啲法律堂？我哋有去法庭去聽一啲打官司嘅情況，咁啊都觀摩咗好多唔同表現嘅律師啦，嚇，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性格啊，咁啊去實際感受一下個情況同埋環境，咁啊都要，但係都要佢喺個表現或者設計方面都要融合翻自己嗰個戲入面人物性格。但係即係會唔會真係好難拿捏咧？對於律師呢個咁專業嘅，其實我每次接到一個新嘅角色，我都覺得好難嘅，因為每一次你都希望喺入邊灌注一啲新嘅元素啦，希望觀眾有一啲新嘅體驗，亦都自己亦都覺得會過癮啲嘅。每一次我都覺得好困難嚇，因為自己即係希望佢用心去演好每一個角色，所以都有啲難度嘅。但係今次開心啦，因為今次好多唔同嘅對手，亦都好新鮮。同阿 Bobby 好耐冇一齊演啦，咁啊同阿陳瑩雖然跳躍生命線同一部戲，但係冇乜對手戲嘅，今次就會好多對手戲啦。咁啊，所以我覺得都幾新鮮。